想勇敢点就来杯柠檬水。研究，吃酸可能会增加冒险行为。文 Emma Stein。 英国萨瑟克斯大学一项新研究指出，酸味可能会增加一个人的冒险行为。研究人员认为，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的人或许可从含酸饮食中受益，增加冒险行为以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，但如果以强调安全为守则的职业如技师，日常饮食中就要适度减少酸性食物摄取。该研究强调，酸味并不会导致人们养成鲁莽的冒险习惯，但确实具有调整冒险行为的独特性质。研究人员尚不清楚大脑内发生了什么导致两者产生关联，但或许能成为鼓励人们创造机会的新管道。冒险可能产生负面效果，也可以形成正面效果。对一些人来说，冒险是他们人生信条，莫有冒险的生命索然无味。想要有一番新气象、新作为，大胆冒险之心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由英国萨瑟克斯大学 Sussex Computer Human Interaction SCHI 实验室研究人员 G. Tom V.I. 领导的一项新实验研究表明，无论你这个人本身爱不爱冒险，思维方式有多不同，酸味都会促进个人冒险行为。研究中共168名来自英国与越南的参与者，随机饮用苦味、咸味、酸味、甜味、鲜味 umami 及中性矿泉水溶液。接触所有人参与类风险气球实验 balloon analog risk taking BART， 一种冒险行为的测量。你手中气球充气越多，赢的钱就越多，但如果气球爆裂，你将失去一切。你可以随时终止气球充气并兑换现金，也可以为了更优渥奖金而继续撑住。研究结果发现，饮用酸性柠檬水的参与者以比其他人都还要高的频率为气球打气，比饮用蔗糖水甜味的参与者高 39%， 比饮用咖啡苦味的参与者高 20.5%， 比饮用盐水的参与者高 16.03%， 比饮用含味精鲜味水的参与者高 40.29%。 不管个体是属于直觉性格还是分析性格，酸味都会促进冒险行为。研究人员表示，冒险影响可持续至少20分钟，且他们相信还可以持续更长时间，取决于酸消耗的速度。 Chi Tom V.I. 说，我们知道当人们做出某种行为后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缺少跟踪不同口味如何影响决策的神经传递路径。研究人员接下来准备探讨的便是酸味究竟对大脑造成哪些变化。该研究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。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, you take more risks.